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今天的时光台，肖小雨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这个药糖果之旅。这里是不是来过？对啊，这里我来过了。这里就是刚刚我们上去的那个云霄飞车嘛。嘿，它也可以用走。哎，不行了，好吧，再搭一次云霄飞车。好吧，真好玩。会不会躲在后面呢？不行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嘿。他说：“嘿，这是开的。”会不会是个陷阱？不知道呢。那我们就跳吧。那你跳啊。于是他们就跳了。哎，怎么办？哦，还可以再进去。好好好好，挺神奇的，竟然是这样子是。好好好。倒是给了我们一个路线，扣扣扣，糖，我们应该。楼上黑黑的，这又是一架，又是一架云霄飞车。意思大概就是我们还不够强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走这儿。啊，找到一个小孩。三个小忍者，
看看哦，他这是要干嘛？找到三个角。哦，三个角。看一下啊。这该是嘎布林了吧？它好像不是嘎布林，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怪物。看几次都觉得这很喜感，这个也很好笑。我们要找到三个角，哪找呢？这里什么？有点眼熟啊！刚刚我们才走过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已经找了几个啊？我才找了一半的店家哦，其他应该是在更楼上。然后，而且我还差一个小朋友呢。我先去，这个箱子不知道要怎么拿。这个箱子不知道怎么拿。在里面，我想想看啊。有用啊，宝宝。不知道那个香草瓶啊，有点好奇。啪！我们上楼去看看。如果可以从这边跳下去，这里。这里是一个宝箱吗？但我们要怎么过去拿？我们要怎么过去拿？坐上去。想看，这里要。拿到所有的那个，要开完所有店家。可恶！奇怪嘞，所以我要怎么拿到后面那个箱？生气。
生气。从后面绕，这个箱子放在这里，但是我却拿不到它，多可恨啊！也许是，我是觉得应该是，可能是另外一套衣服能够拿到，你会这样觉得？总不可能是自由女神这套装吧？哎，这一套装看来是没有拿到那个装备的图，所以没有办法组。我们到处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装备的图，先来打一场吧。哦，这个是糖果。咻！哎，前面出现了一只咒灵。哎呦，好强啊，七级的呀。嗯，先减少一个敌人。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我被干掉了，好痛。还好他不像，哦，是要打怪物才可以拿到脚。还好他不像轩辕剑还是什么的，如果死掉了那个人就拿不到那个，就拿不到经验值。还好他不是这样的设定。来吧，哦，这是有脚的怪，哦，打他们拿到脚，他们得脚。这个七级的好强啊！被补了个血。他竟然给自己上了个盾，竟然按错了。
打中回合制游戏的缺点是打到后来会有点烦，因为你会发现怎么打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。啊！有些游戏呢设计的比较好一点，它就会有一些什么组合招式。那没有的话，其实玩久就是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我绝对是会腻的呀。当然啦，因为这个变身真的很好笑，所以我觉得它能撑很长一段时间。我可以换着看不同只变身，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是一个很长的游戏。感觉这张地图完之后，应该再一张地图就结束了。让我先干掉这家伙，去死吧！甩你巴掌！起手先一人扒一下头，啊，这种剩一滴血最讨厌了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会被毒死，可是我不敢冒这个险。他还有一个好处是被干掉不用那个，被干掉不用阻挡啊，被干掉不用阻挡。被干掉，你只要原地再开一次怪就可以。这种充满爱心的招式有点恶心。去吧，光剑侠。哎呀，我觉得还帮他配置，我还帮他喊招式名称的话，我觉得这有点。就有点那个了，所以我就不帮他喊招式名字了。这个招式名字麻烦观众自行脑补哦，就不喊招式名字了。你是最后一个小朋友吗？像不是。奇怪，那个要搅的是谁啊？这边有车哎，大家看。我就回来了。但是我还是拿不到这个箱。先把交给他们。哦，我得到了这个新的装备。并且他们还允许我上楼。我先看一下我们的新的装备，宁甲，我办这一定要试试看的。嘿嘿，我来看看。哦，他的技能是，他的技能是前行吗？有毛用吗？技能是有毛用呢？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他的变身状态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这个，不管看几次，我都会笑的。
我要活着看到他发大招。啊，他的大招是什么来着？提升攻击力之类的吧？这是什么鬼啊？他烧得更旺了是吧？真不可靠。虽然忍者很好笑，但是太不靠谱了吧。重点是这个前行是能干嘛？他前行能让我爬到楼下去吗？如果不行，那他就没有用啊。我看一下他的说明到底是什么。下是一些他的技能说明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几个家伙是忍者装扮，所以你要扮成忍者，他们才跟你说话。也不是吗，混蛋？他们觉得我的装备很奇怪，但我明跟他们装备差不多。职业骑士啊，这家伙！这个家伙他除了前行，到底有没有其他意义？好像没有。我觉得这一只的攻击力会强一点。屁啊，送你八把。算忍者变身，忍者变身还蛮好笑的。可是忍者的那个大招是属于可能是加攻击之类的，或者是烟雾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烟雾弹，防止他被攻击，就是有可能是这样。但如果是这样，哎呀，怎么都打我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感觉用处好像不是特别大。还不死，有点暗。嘎布林，出来吧，嘎布林。邪恶的嘎布林大军想要趁着万圣节的时候
占领所有的糖果屋。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邪恶的阴谋，把糖果还给孩子们。大概就这个游戏这个背景故事是这样的。当然我们的弟弟很可怜的，因为装扮成糖果所以被带走。所以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哥哥，那这个时候被带走的应该就是小姑娘，我猜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竟然被上盾了，怎么办呢？先干掉你的法师。啊！算了，死就好。打啊打，这不重要，上把光剑侠。竟然还不死。嗯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怎么原来我刚刚不是打卡布里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黑？我来这个调一下。哦，这里是一家店。哦，这里是一家店。这里迷路了。迷路了。好吧。换一下装备。我的袋子好像快满了，我应该赶快去回去那个，我应该回去买一下卡片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卡片店好像在蛮远的。我先回去买卡片好了，不然都要袋子满。攻击力好弱，完全要靠大招。这边有一个。到了一个卡片，哎呦，这边是一个巫婆的画像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去买东西，我先下楼吧。想想看在哪里吗？在哪里买？我记得是在这里。那我们应该可以扫货。
要全部买吗？我看看这是什么。高几率让我试试看这个吗？想看它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想一下。提高防御，就是提高攻击。我们现在原本是象毒，想一下，提高攻击，提高攻击，跟下毒，到哪一个效果比较好？我好像可以买，好吧，买买买吧，我们的兴趣就是买买买嘛，买买买，好，买买买，我高兴，走着，继续去找那个最后一个小孩，先上楼，而且我还没想到方法，我要怎么拿到那个。怎么拿到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箱子，我还没有找到拿到箱子的方法。又是你一啪！我来看看这个换的新的附魔，来看看换的新的附魔好不好用？好像命这个弱化好像效果挺高的，但是一级就干掉的话，那是根本没有用啊。见鬼了，敌方攻击力好高啊！攻击力这么高，我觉得张卡片能所用，除非是打 boss， 打 boss 可能有用，但打小怪好像就没有什么用。去吧，光剑侠！升级，再来敲门。糖果交出来，哎呀，结果是哥布林，送你去地狱要糖果吧。我升了一级反而打不死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个弱化难得发挥的是功效。因为我刚嫌弃他弱化都没有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好想帮他喊喷射火箭，很尴尬，好想帮他喊招式怎么办？他出招，我好想帮他喊招式啊！好的，第六个小孩，这边。
没有路了吗？没有路了吗？啪！哈哈哈！啊！哦，好吧。我刚笑，我又想到新的招式名称。该怎么说呢？变形金刚的招式就是这么可爱。再一次获得胜利。我来看一下，我接下来是要完成什么任务好？上哎，还有一家店我还没有走到。然后我要带一张 Sim 定恩，我找看我这张卡片好了，看看有没有这张卡。有欸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带着张卡片，现在可以带着张卡片去找那个交换卡片的小朋友。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箱子要怎么拿，我先去楼下找那个交换卡片的小孩。看看他在哪里哦。也不在这，我记得在这边吧，是这个小鬼吧？完成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找到最后一个店家，最后一个店家。看看这边，这边我上来过了，哎，就是这里。理论上，这个我解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。这个小孩，理论上这个解掉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那个门了。好的，地狱的大门为我们打开。哎，好中了哟！哎，挡哦，我路被挡住了，刚才路被挡住了。最后路被挡住了。二楼暗摸摸的，一个灯。啊，上车，走着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再搭一次。再搭一次。游园小火车，好，这样子，走吧。现在我们就要来先存个档。这个存档有什么意思？好像根本就不需要存啊。哎，不能进去吗？好像还是要搭车才可以进去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这个就是最后的那个
最后的地图了吧？兄弟出现了，傻缺，傻缺弟弟，走吧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你还好吗之类的？他说真抱歉，把你弄成这个样子。但我看他，他也挺开心的。然后他说那些嘎啡因都以为他生的是糖果。这家伙是干嘛的？他们又要把糖果送到巴士上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要去拯救，拯救糖果巴士吗？你们应该是不是黑吃黑？我们现在去黑吃黑吗？告诉你们，只有两个人是不够看的。啊啊啊！我按错了，真蠢，蠢翻了。啊！我又按错了。你上场就上场，你有必要啊？什么十步级？你上场就上场，你有必要把你的队友弄死吗？然而他十五级，我会不会一下就被他弄死？先给我们的队友上一个盾吧。在说这家伙在看他，他的意思好像是。嗯，对，真的在看他。我好像被他打故障，无法攻击。然而，去死吧！这个，我必须保护我自己。虽然我觉得这个保护毛用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是要努力试着保护我自己。什么？他居然还可以二阶段？不要脸！我最讨厌这种可以第二阶段的 BOSS 啊！啊，我减员了。我要是撑不到。我要是撑不到拖死他，我就要死掉啦。这波大招如果没有成效，我就死定啦。去死吧 ！No！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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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很奇怪的是，这个怪物打我们并没有出全力。
他好几次没动作，奇怪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就被抓了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他弟弟了。但我现在没办法换装备，我们就很可能被装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想法，什么想法？打出一条路来。啊，这样就出来了吗？他说：“不，糖果跑掉了。”简直！啊 ，Oh my god！ 说起来，他们怎么只有三个人？他弟弟呢？他们又穿回了，他们又穿回了原本的衣服。我们的之前那些装备，能够让我们变身那些装备，又不见了。然后我们弟弟又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哎，这很沉重的这个箱子，该不会就是我们的装备吧？他说走开，我们要休息一下啊。被燃烧的稻草人，这边藏那个小孩在干嘛？这又是一个捉迷藏，又是一个捉迷藏。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衣服要回来，怎么办呢？在衣服要回来之前，我们不可能去打怪啊。又一个小孩，这里应该又是卖那个吧？啊，不是，他大概在说进去要门票。姐要是有门票，姐还在这边跟你聊。看看啊，这应该又是一个要跟我们换卡片。先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那个鸟把我们的装备还来。第三个小孩，
话说这里不知道是哪？为什么这里这么多小朋友？来问问看。卖东西，什么鬼？薯条装，这个很好笑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装备能不能吓跑那些鸟。简直火鸡啊，光芒万丈啊！这个薯条装太可爱了，薯条。后面有个箱，他们想要吃鸡腿，所以他们不想要吃薯条是吧？他们要的是鸡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找鸡腿。那这薯条装是干嘛呢？散发出香味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子吗？它这个是散发香味吗？我想想看啊，我要想办法让这两只都跟着我走吧，是吧？但是。但是，不行哦！我一放开它就那个了，就跑回去了。飞蛾扑火，哎呀，这样不行，这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人都过来。但是，我想看，怎么办呢？除非我能够把它引走之后把它干掉，但恐怕没有办法。带去卖掉。没有用。不行，我现在没有装备，去敲门会死掉的。我再想想看，看看他有没有教我怎么办。看看，这边有16栋房子，哦，这里有个箱，
好，但只是，然而只是糖。怎么办呢？没有衣服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，没有装备，我不能战斗啊。再往后看看，又是一个想吃东西，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那个啊？饿坏了吧你们？这个小孩可以用薯条骗走，但是我要把他骗去哪？他可以用薯条骗走，可是我要把他骗去哪？这里又一个。500，一次只能勾搭一个，是要带他们去这个薯条馆吗？帮他招揽三个顾客。那两只鸟可以算顾客吗？我们试试看把这个鸟带过去。虽然说我觉得我刚刚好像是带过一次。如果带过去以后鸟会消失，那就没问题，试试看。这鸟看起来像人扮的，像是一个人套着一个裹装，对吧？这根本就是乌鸦，根本就是一个人。来来来，介绍给你，狼可以来喽。好像没有用，还是帮他拉客吧。卖小孩子薯条。好，我们要再帮他找到，再帮他买卖一个人口。这个薯条装它并不是用来战斗的，它的功能就是用来诱拐小孩。最后一个狼铁，我们等一下会开一款新游戏，应该是一款比较短的一款游戏。好的，我们完成任务，然后呢？他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
哦，他给我们三张票。那这边的人家，我们也好像也还不能。这又是一个跟我们换卡片的啦。这边的店家我们应该也还是不能进去，所以我们要先进那个游乐场。主要是鸟的问题。不行啊，因为我们衣服还没到，我们还要有衣服啊，可恶。那我们只好继续往后走。我们手上的那个，我们手上的袋子又升级了。我们手上的袋子现在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南瓜灯造型的袋子。我们现在敲门会死掉的吧？我们现在没有攻击力啊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……这里面应该是游乐园那边。啊，没有装备不行。哦，抱歉。看来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拿到装备的，可是这样子，刚刚我们也试过了呀，那个鸟可以被引走，可是那个鸟引走之后，它我一放开，它就又回去了。我们想说引他去被那个稻草人烧一下，但好像也没有用。我们到这里来呢？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屁啊！他怎么出来的？你变魔术吗？你逗我吗？你怎么出来的？好，我有点想看薯条侠变身。我有点想看薯条侠变身。我看一下薯条侠的攻击力。加80。哦，提升还可以加5。哎呀，薯条装攻击力要扣5，可是我就有点好奇薯条侠怎么办，我就想看看薯条侠的威力，我试试看吧，我们去打一场，先走这边好了。薯条侠他会有发射薯条飞镖吗？暴雨梨花针。暴雨梨花薯条。又得到糖。来了，薯条侠。
这个我真的不行。啊！啊！这个真的太好笑了！我的妈呀！不行，我一定要看到薯条侠放大招。我一定要看到薯条侠放大招。哦，这好像是要压着，我按一下就放开，这好像是要压着。没关系，我的重点是我要看到薯条侠放大招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他会走路，超可爱的。啊，按错。好，要薯条侠放大招了，薯条侠。然而没有攻击画面，但是薯条侠的造型就赢了。这样说起来的话，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个自由女神应该也是有攻击力。啊，我还是不知道他的攻击方式是什么。薯条侠好笑，我的妈呀！哦，我天哪！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要来试试看自由女神装。我也想看看自由女神装怎么攻击。来吧，变身！该怎么说好呢？等等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攻击啊，完蛋！自由女神可是自备盾的人，别小看她。怎么攻击啊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我不是很理解他这个攻击方式，他又太快了，我根本反应不过来。他意思是往左移动吗？还是往不是，应该是往右啊？算了，我们来看他的大招是什么再说。自由女神愤怒啊呀！哎呀，不行，那个美国国旗，我真的是……然后我终于找到了会补血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果然是这样子，往左移动。诶，那我觉得不错呀，我觉得自由女神是个好货。重点是他的大招实在是太好笑了。我想想看，我要怎么让他们。我要怎么？想想看 ，LT，LT， 光剑侠。好，我们就这个组合，我们又可以补血，又可以耍帅。完美，又可以补血，又帅。啊！这个鸟长牙齿，哈哈哈哈！
哎呀，好好笑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笑，我的妈呀！不够快就没有办法完美攻击，算出来完美攻击也没有差很多。再来看一只帅气的，这个真是笑死我了！啊，我本来以为机器人变身已经够好笑了，这个自由女神的绝招更好笑啊！总是动不过快，真糟糕。但没有关系，它的功能是带给我笑，带给我笑料。用中二一点的说法，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取悦我。哎呦，挺有架势的呀，这个家伙。是我手挫吗？我就是没有办法点到满吗？来吧，让你这个自由民主的光环照耀着全世界！哈哈哈哈。到底是谁这么恶搞美国？我看看还有什么卡片。这个是伤害一个敌人，并且让他变成残废。但我觉得我目前这个情况应该已经很不错。那这边底下逛完了，上去解那个游乐园的部分。不过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存档了。明天再继续吧，我9点半的时候我要开那款新游戏，听说新游戏很短，可能一天两天就可以打完，听说新游戏很短，先存个档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先到这边，那我9点半的时候我再来开那款新游戏，好像是台湾制的吧，是怎么的，那我们这个9点半的时候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